好，那这个是鱼色，好不好？给你们看一下，鱼色，好不好？豪华鱼色，鱼色长这样，好不好？这是远距照，这样，这样。这是鱼色，好不好？然后它是这个豪华目录的第八章啊，这个鱼色，好不好？长这样。像这样，鱼色，这样给你看一下啊、喔。这边有个船，然后一些划船用具、捕鱼用具，然后这边有个金枪鱼吧，然后一堆死鱼啊，鱿鱼死鱼。这边是鱼，然后上面有个遮棚，然后烤鱼，木质的，然后这边一个捕鱼工具。渔网啊，就长这样，看一下，这样，这是鱼色，好，那边死鱼，就这边。OK， 鱼色，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个，这个毒品实验室，毒品实验室直接使用啊。毒品实验室的话，这边就变成这边有一把枪，毒品的很多毒品管子，这都毒品啊，制作毒品的工具，一把枪，然后香烟、钱，然后这边毒品。毒品，然后这边有一艘船，好不好？代表说要在船里面，所以这个是在船里面，看到船里面啊，就是毒品的加工厂，船里面啊，在船里面就干这种事情，然后下面很多毒品，钱和毒品。救生圈，然后鱼毛，定海神针，然后的抽风管，救生圈，然后轮胎，这就是毒品，上面有一个。好，这就是这个毒品实验室啊。我觉得，这边还有制作毒品的工具，一把枪。反正我是觉得鱼色好像比较好看，但是这枪是蛮屌的啦，有枪真的感觉蛮屌，好不好？毒品实验室，这样比较好看。好，就这样咯 ，OK。